有一对夫妻，老婆会唱歌，老公会弹琴。结果有一天，老婆死掉了，老公很伤心，他就跑到地狱去，想要请阎罗王让他把他的老婆带回来。阎罗王答应了，只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他在回来的路上都不能回头看他老婆一眼。但他最后还是忍不住回头，他老婆却在他眼前消失了。他回到人间之后被人打死了。